从这打，我再出个冰拳，我爽的很，移动炮台。不灭亚索，致命节奏塞拉斯，感觉全都不是凡物。露露打，圣的打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我好烦。哎，好瓦呀，这大招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哎，直接干了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妈的，我居然没有给他 A 死啊！哇，一波团打了6个灵魂，好爽。你出来吧。完了，那我咋办？还行，我 K 到2个，我好爽，这波。我直接倒了，我死在别人家里了。有妖气！对，我闪现傻逼，但是如果不闪现的话，人头可能会被 K 啊，兄弟们。为什么？被谁 K 啊？被赶过来支援的那个叫塞纳的英雄。你知道稻草人的大有多他妈离谱吗？你根本想象不到。我对我本来是已经把我的牙齿都弄好了，但是这个月我的牙医被我割了3次，因为我要直播，他每次发微信问我你的做根管治疗的牙为什么还不来，我说我在直播。兄弟们的兄弟们说了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我他妈挡到他这个 W 伤害了吗？这下我都不知道，我感觉我等会再跳个大招。没有，我这波自己呆逼了，我可以跑掉的，我直接往这边走就跑掉了。
但没关系，这波一毛钱都不亏，一波一点一点够劲都不亏，亏了一个炮车。哎，我这么高的攻击力，一下打不死兵的，哎，啊！猴子出啥呀？出战士，出那种绝手啥的吧，应该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妈的，我每次打完一趟就没蓝了，塔都出不了，好恶心啊。瞬息，你这反应。等我，等我，先别上。呀，你啥技能都没有吗？呀，你也太晚了吧！啊，我这个无敌了，这把。呀，我感觉现在能打五个。
好难打呀！亚索也太能砍了吧？亚索没闪了。哦，那个圣的打，我有七秒钟，坚持一下。哎，怎么出来就死了？我怎么刚出门就没了？呀，你这道神的大招有多厉害？打死我呀！全部坏掉了是？那稻城的大好香啊！我操，你知道吗？好香啊！好像还吸血的吧？新吸血的。对。你真不懂。哇，感觉猴子拖个大长人大无敌了。对，吸血鬼，十二层征服者开个那个大长人的大稀烂。我操！此地不宜久留。哎，弄了。亚索在我们家里面装逼装的风生水起，周万豪好像玩得很开心，已经死了呀。有一说一，好吧，这个万豪确实是犯了点。我这个装备感觉无解了呀，没有任何解，没有任何解释的空间，五件套了，马上。哎，怎么全搞我呀？ADC 爽不爽？退了退了，不爽了，我们直接换下一把。找新技能，这把技能也垃圾，我们的没有游戏体验。
哎，这个模式有健身大可以选吗？好像没有。好像没有，我看好像没人选到过健身大。哎，我去玩塞纳好吧，我去玩把塞纳，我感觉塞纳贼爽。好